假要到咯，快帮孩子规划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。今年的世界日报春季教育博览会将在4月14和15日举办，丰富的活动包括暑期活动推荐、才艺学术班介绍、大学申请教育讲座、 SAT 模拟考，还有专为 K 到6年级设计的数学进士和即席演讲比赛。春季教育博览会将在4月14和15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，地点在 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， 详情请见世界日报或电 650-259-2080。